喂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的晚餐。今天晚餐呢，就是鸡汤冬瓜。这样吃好像似乎很简单，又有汤，又有菜，又有肉，又有营养还不错，我感觉。这个鸡呢是从 Costco 买的，这个鸡就是说，他说是 organic 的，换句话讲就是说，他说没有放抗生素的，好像味道还是真的是不错。然后呢，我一般晚上就把第二天中午的就都做了。像这样做的话，你就说不能做的特别熟、特别烂那样的，你就不要，你就是熟了就好了，不要再说弄得特别烂，否则的话第二天呢就不太好吃了。好吧，祝大家继续快乐。